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瑞体验馆。作为一个数码 app， 拍摄视频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我们日常拍摄除了相机外，最主要的设备就是灯光了。像我们平时使用的呢，就是这种大的摄影灯，如果是固定机位还好，但是在拍摄产品、人物外景等场景时，就需要更加灵活的打光，大摄影灯就显得比较局限了。20-30斤的重量搬到户外显然是不现实，供电也是一个大问题。那有没有既能满足各种拍摄场景又便携的摄影灯呢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，就是它俩，智云功率王 X100 和 G60。首先是 X100， 非常轻薄，单手可握，也就比我的 iPhone 12大一圈。外观上主打复古风，深黑配色，条状通风格栅以及圆形按钮，让它从正面看上去像极了一款复古音箱。而背部半透明外壳下露出的散热结构，怎么看都像一张小显卡，可谓是一面复古，一面未来。参数方面 ，X100 支持2700K 至6500K 色温，照度最高可以达到14350 lux。在供电方式上，支持有线的 DC 接口和 Type C 接口。这个熟悉的 Type C， 难道充电宝还能给它供电吗？你别说，还真可以。这下户外供电的问题也算是解决了。但是呢，它其实还有更加方便的供电方式，那就是外接电池。附送的2600毫安手柄电池，金属外壳，握持手感还是挺不错的，体积也不算大。但是这整体将近1000克的重量，我举个几分钟就已经很累了。这里还是建议配合延长杆或三脚架使用吧。实测最大功率下，电池续航时长可以达到30分钟出头，基本可以满足一些简单的外景拍摄了。不过我一般还是会带上移动电源备用，这里也顺便给大家一个连接移动电源的续航参考。我用的是25000毫安的电源，可以使用1小时左右。在配件方面呢，智云也有不少拓展的玩法。除了基础灯罩外，还有柔光箱和柔光球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柔光箱，它自带一根束带，可以像雨伞一样收纳起来，非常方便。这个小尺寸还支持安装格栅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甜蜜点。保容卡口转接环能够适配更大尺寸的灯箱，拓展横条在一个三脚架上也能放置多盏灯进行布光。X100 内置3种模式功能，分别为常规模式、直播模式、音乐模式。常规模式下连接电源，长按开机键即可使用。直播模式下连接电源后，灯会自动开机亮起。我呢一般就会开启这个模式，插电即用，非常方便。音乐模式下，麦克风会识别音乐，灯光可根据音乐节奏实时变化。这个一闪一闪的效果就当图一乐吧。然后是 G60， 方方正正，单手可握，跟我们平时玩的魔方差不多。风格上走的是工业风，就是不知道这个黑白橙配色灵感是不是来源于 CSGO 的二西莫夫。圆形和 X 型的旋钮也颇有些致敬游戏手柄的意味。三面的通风格栅大大提升了散热性能，掰开底部黑色支架，露出的是 DC 接口。没错，它也支持 DC 和 Type C 接口充电，但是没有外接电池接口。参数方面 ，G60 支持色温2700K 至6200K。这里大家对比下 G60 和 X100 的表现，设置 5000K 色温，100亮度，可以看到 G60 亮度稍暗一点，并且颜色也偏暖一些，毕竟相差40瓦，差距还是有，不过也是可以接受的水平。而在续航方面，咱们同样用25000毫安的移动电源供电，可以使用将近1.5小时。在配件方面 ，G60 和 X100 几乎一样，各种灯箱、灯罩、转接口、三脚架之类都能通用。功能上支持常规模式和直播模式。除了摄影灯呢，棒灯也是我们日常拍摄使用的比较多的灯型。其实在我们早期视频灯比较少的时候，常常会忽略脸部的布光，现在有了棒灯之后，画面可以说是有了质的提升。我们目前在用的这个 F100 100瓦功率，支持 2700K 至 6200K 色温，360度色相可调，在拍摄时当做辅助光非常好用。内置2600毫安电池，全功率下使用半小时没什么问题，但如果想要更长的续航，还是乖乖接电源使用吧。总的来说呢， X100 和 G60 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小巧的机身，简单拍摄时随便往包里一塞就能走。两者相比呢，我还是更中意 X100， 大功率、手柄电池、炫酷的外观、丰富的拓展等等都让我爱不释手，就是略显鸡肋的音乐模式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好在它支持 OTA 更新，期待后期更新后它能有更好的使用体验吧。G60 则更像一个小玩具，年轻化的外观，平时放在桌上也能当个小摆件把玩。OK， 那么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哪款灯呢？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弹幕和评论区哦。让我看看，这里是小瑞体验馆，认真分享每一次产品使用体验。关注我，看更多开箱。下期开什么，你在评论区说了算。